去找学生时期的白月光，看到他被陌生男子骚扰。哎，哎，不是你干啥去？你跟你小姑娘动啥手啊？有啥事不能好好说呀？穿那个出不就勾搭人吗？你跟人们咋说话呢？我这说话咋的？你不说话，你把嘴闭上，不是咋回事儿呗？能咋回事儿？那勾搭人。你们，你闭嘴！你上那边等着去。妈呀！不是啥事儿啊？就是一个学生家长，然后。然后他想加我微信，我没有给他，然后今天就又过来了。啊，那让我明白了，不是你闭嘴，到你说话的事儿吗？你先别哭了，我去收拾他去，你别哭了，给你泼水。今天，哎呀，没事儿，我不动手。来，你过来，来那小子来。咋的？不是你老骚扰人家干啥呀？不，他穿成这样，不就给人看吗？就是不愿意骚扰。不是人穿这样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出来骚扰人小姑娘，你媳妇知道吗？知不知道咋的？那猫不偷鸡，你这装啥呀？行啊，你这句话我给你录下来了，我给你媳妇告诉她去。妈，今天算我倒霉啊！你看我等着这没完。赶紧走。行，没事了啊。你给眼睛泪擦擦。哎呀，二胖，你别愁眉苦脸的了，事不都解决了吗？哎呀，开心点吧，二胖，你这些年自己一个人在外边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不得是遇到老多事儿了？还好吧，过去了。哎，没事，反正这回我回来了，我都能帮你解决了。这小子挺好。是啊。无忧无虑的，什么烦恼都没有。都是。哎呀，但是。你在我面前不也是小孩吗？一直。嗯，